睛微亮，我睁开双眼，长夜漫漫总有散，来到故事终点。如果有人问此生不悔，碰触着你的地方刻下纠缠印痕，说再见不是离别，何必追赶着句点，思念在一瞬间倾倒地平线。凌飞长老，云梦仙姑，我查到了炸我广寒门三重山附近的三座仙观的凶手，竟是青丘国的世子竹离。荒唐！青丘妖族简直欺人太甚，他们趁我阿姐命星陨落，凌霄师兄在疏可摘星辰封阵，真以为我们玄门无主吗？我们绝不能轻饶了他们。不能轻饶。如今这妖龙不知去向，区区一只九尾狐就能在我玄门的戒备下偷渡黑河，这狐妖我亲自去抓。吴心凌离开燕回已久，我再难准确寻到他所在之处。燕回，你到底在哪里？你逆着方向，我看不清，发染锦鲤丝，陷阱亮起，是风间一阵阵划过你我年轮，清风散里落烟灰消声，画着你的剪影一遍又一遍，吻着你的侧脸一幕又一幕，黄昏醉了相思，托付过一声叹息，此生一瞬交集只为遇见你。他威胁你，白教授，
能在玄门待着了，我们得赶紧过河。如今玄药两界守卫森严，等我们过了河，天耀说不定就没那么容易追上，到了青丘说不定就能甩开他。任由他如何强大，这黑河可不是随便就能用术法渡过的。走，赶紧砍竹子。你不是说干红竹吗？怎么也是绿油油的？我们到底砍对了没有啊？应该没错，地图上标记的就是。燕辉，我帮你准备好了。啊？你是怎么找过来的？能够躲开玄门去青丘的渡口，只有这一处。青丘，谁要去那种地方？我不知道你对燕回做了什么，但我知道你一直想带他去青丘。这干红竹与普通竹无异，砍断之后就会变色。我当然知道啊，你以为我砍错了啊？你这个人怎么阴魂不散？与你无关。怎么就与我无关了？我跟他怎么说也算是生死交的，杀了他逃出护心林，现在他的事就是我的事。他不想见你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燕辉，燕辉这是怎么了？燕辉，你已经取走了护心林，你还想要什么？你非要对我赶尽杀绝吗？我没有。为什么要对他苦苦相逼？你什么呀你？当初燕回跟你表白，你跟他道歉的时候，我以为你是无法回馈他的心意，所以道歉。抱歉。现在看来，你那时候就有取走护心林的念头了吧？那个时候是在为我的命而道歉。不是这样的。他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你惦记的了，放过他吧。你让开，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。你别让。我不会让开的。明怀，我想单独与你说。你还想单独？白小生，我知道虽然现在我们打不过他，但我们两个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你可千万不能在危险的时候弃我而去啊。燕辉，你放心，我能像他一样吗？别喝这个。心软了？怎么有一个声音在我脑海里？那天你那么急着跑回去，到底换回了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我记得。自从这个黑花长出来之后，神志总是有点恍惚。果然，燕回时还有些异常。莫不会是黑气之术？让我进你识海看看。想不到这彼岸花竟然生长得如此迅速，才不足一个月就有将我识海覆盖之势。果然是他。
黑旗之主想要用彼岸花的花根来操纵你，等到时候彼岸花遍布你的尸骸，你便会沦为他的提线木偶。原来他跟我说的三个月时间是这个意思。什么三个月？他让我三个月之内帮他夺得护心灵。啊，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现在才讲？我又不打算按他的做，再说了，内龙现在厉害得很，我何德何能能与他一争？你听好，那条龙现在对你满怀愧疚，你都不用动手。知道护心灵在哪儿？他就在你的嘴上，你只要问他，他就会给你了。我不想要。燕回，我求求你别赌气好吗？现在有什么事情比你的性命还重要啊？我不是赌气，我不想要他的东西，而且也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的瓜葛。护心灵本就是他的东西，他迟早会拿回去的。再说了，现在有青丘秘宝可以帮助我们解除黑气之主的控制，我们去寻便是，不需要他人的帮助。好，我会帮你的。别跑！臭狐狸！等等我，你别跑！你还笑？你这还追我？这什么鬼东西啊！烫得我这么烫！一个烂木头，我给它扔掉。这好像是我阿娘的东西。你阿娘？我阿娘名唤雪里，乃是青丘国主夫人，尊贵至极，青丘举国只有她的东西能篆刻领字。领字？你阿娘的东西怎么会出现在这么偏僻的地方？恐怕要回去问问我爹才能知道。还是下不了手是吧？那我帮帮你吧。哎，你阿娘的罗盘是干什么用的？既然是罗盘，那当然是指明方向的了。那很普通嘛，还是我的幻妖戒指更厉害。你看，我的罗盘厉害，我的戒指更厉害。我罗盘厉害，我的戒指罗盘厉害，戒指厉害，罗盘戒指厉害。啊！都跟你说罗盘，他生气了。一个罗盘有什么好生气的呀？你这罗盘，你说罗盘。刚刚那是白小生。